唱出我心声第一期节目已经正式播出了，一共有九位原创歌手参加首期节目的竞演，分别是宋雨宁、贾一腾、孟然、谢春花、刘凤瑶、肖磊、钱润玉、洪成龙、姚六一。宋雨宁和刘凤瑶以373分并列第二名，宋雨宁的经络在人工智能打分环节获得91分，刘凤瑶的微笑再会同样获得了91分的人工智能分，看来两人的实力真的是不相上下啊。排在第四名的是孟然，以一首阿伯说获得371分，人工智能得分88分。本来以为孟然应该能第一或第二的，没想到只拿了个第四名，看来比他厉害的唱作人还真不少。钱润玉以一首原创歌曲自己获得370票，拿到了第五名的成绩，他的人工智能得分是89分。总的来说，排在前面的五位唱作人分数相差不大，第一名和第五名也仅仅只差了6分，实力比较均衡。排在后面的四位选手，肖磊小红娘获得359分，排在第六名，人工智能分数86分，贾一腾赤子获得356分，排在第七名，人工智能分数86分。谢春花作为新晋民谣唱作人，首期排名力压宋雨宁和刘凤瑶，拿到了第一名，实力不容小觑，后期应该还有更亮眼的表现。其他几位唱作人如肖磊、姚六一、钱润玉等知名度稍低，反正我是不认识。那么看了唱出我心声第一期的排名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